最新通报。4月12日河北新冠肺炎疫情情况。请点赞订阅。谢谢。河北无新增。2021年4月12日0至24时。河北省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。截至4月12日24时。河北省现有确诊病例0例。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0例。国家卫健委。截至4月12日24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。4月12日0至24时。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9例。其中境外输入病例8例，浙江2例。广东2例。四川2例。上海1例。福建1例。本土病例1例在云南。无新增死亡病例。无新增疑似病例。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1例。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62人。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1例。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206例，其中重症病例4例。无现有疑似病例。累计确诊病例5443例。累计治愈出院病例5237例。无死亡病例。截至4月12日24时。据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。现有确诊病例293例，其中重症病例4例。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5506例。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0435例。无现有疑似病例。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997604人。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8303人。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8例，均为境外输入。当日转为确诊病例4例，均为境外输入。当日解除医学观察16例，均为境外输入。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299例，境外输入274例。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12701例。其中，香港特别行政区11594例，出院11214例，死亡207例。澳门特别行政区49例，出院48例。台湾地区1058例，出院1026例，死亡11例。特别声明，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，不代表新浪网观点或立场。如有关于作品内容、版权或其他问题，请于作品发表后的30日内与新浪网联系。